行车平稳行驶在公路上，突然一头野鹿从左方蹦出，直接撞上引擎盖。嘣的一声，这只鹿当场飞了出去，只见它翻了两圈后，随即爬起来跑走。看起来没什么大碍，但同样是被车撞，可不是每只鹿都这么幸运。照看是大腿骨折。 他在快速道路上，这只水鹿全身上下疲惫擦破了好几块，后脚也断了，眼神还带着惊恐。但惊魂未定的不止鹿，还有汽车驾驶。这样跳过，然后就来不及刹车。这起撞鹿车祸发生在74号快速道路上，14号傍晚5点多，驾驶正要从彰化北上，没想到却突然出现一头水鹿，他闪避不及，当场撞上，车头损毁也造成大塞车。 其实这样的撞鹿惊魂在彰化早就不是第一次，先前也曾经发生有民众开车误撞野生鹿。由于这样的情形，台湾并不多见，倘若不幸遇到，驾驶人只能摸摸鼻子自己认赔。记者陈梦辉彰化采访报道。